呢排禁堂食，就睇下我啲片嚟送饭啦。嗱，今集嚟讲下呢一间系位于尖沙咀嘅天香楼，系香港最老牌嘅富豪饭堂之一，比福临门仲要早20年啊！吸引过无数名人前辈前嚟一尝佢嘅风采。住喺港岛甚少会过海食饭嘅茶凉洋茶大侠，都会因为天香楼而破例。可能咧喺呢度佢先会回味到啱佢心水嘅江浙家乡菜。连食尽天下嘅蔡澜先生都多次提及到天香楼系天下第一嘅杭州菜馆。系啦，佢话最正宗嘅杭州菜咧，唔喺杭州，而系喺香港。咁究竟系一个点嘅一回事呢？咁呢方面咧，要讲少少历史啦。话说香港嘅天香楼同杭州天香楼系属于同宗同源嘅。咁喺1927年咧，陆冷年先生喺杭州创立天香楼，聘请咗大厨孟永泰负责打理。几年之后，孟生仲接手埋天香楼添。咁天香楼之后被收归国有咗，咁啊老板孟先生咧就带埋个徒弟韩同春南下香港。1950年就喺佐敦嘅吴松街重新开业，在1973年咧就搬到嚟依家尖沙咀柯士甸路嘅铺位啦。咁啊孟生离世之后咧，阿韩生就接手成为老板。韩生嘅太太原本系天香楼嘅楼面，个名有个真字嘅。所以依家你见到佢会喺天香楼后面加咗个括弧真记咁样，扣晒 sweet 呢件事。嗱，呢两位就系韩生同埋佢嘅太太啦。依家嘅老板就系佢哋个女喺度经营紧，以一个家族传承嘅形式传承落去。啱啱入嚟你都发觉噶啦，个门口算系毫不起眼啦，亦都冇咩装修之类，甚或连玄关都冇嘅。咁餐厅面积唔大，一眼睇晒就系呢7-8张台啦。冇包厢，亦都冇楼上，就系咁嘅啫。即系话个铺头装修由1973年到依家接近半个世纪，都几乎冇乜点变。但入面嘅挂饰摆设咧就唔野少啦。嗱，最抢眼嘅就系呢一个张大千题嘅牌匾，系当年阿孟生由杭州带过嚟香港嘅。咁其他嘅名人字画作品我就献丑不如藏拙啦，就唔多介绍啦。大家有兴趣嘅话嚟食嗰次先慢慢欣赏啦。铺头面积唔大嘅，啲水晶灯系30年前10,000蚊盏嗰啲旧款。嗱，仲有开业至今保留落嚟嘅呢一个屏风同埋灯啦，略显陈旧嘅整体，但都不失古雅。待客之道好老派嘅，入席之后会递条热毛巾俾你敷下手、抹下面。咁今次系同外母贺寿啦。嗱，拣呢间餐厅咧，因为真系佢细细个都听过嘅老店，咁嚟试下呢一个老香港风味。有食过观众朋友就知啦，天香楼份餐牌是手写的，而餐牌的内页是不俾影的。同埋呢度食饭是有最低消费，打电话订台嗰时已经有讲明噶啦，系每位最少700蚊。嗱，唔系坐包厢，是坐大厅都要最低消费700蚊每个人。咁啊，手写餐牌不俾影内页，一行入门口就有 min charge， 同埋系手写单。呢种经营手法，大家点睇啊？好啦，今餐饭价钱咧，我喺片尾会再揭晓啦，当系有翻啲神秘感咁样。依家先嚟睇下呢一间神秘而且规矩高傲嘅天下第一杭州菜嘅出品如何啦？未食饭，先嚟一斤花雕酒先。嗱，身旁有年轻观众唔知一斤16两系其实系几多啊？咁一斤酒约摸就系500毫升左右啦。天香楼的大闸蟹听闻是一绝，而更绝的是要配上他们的陈年花雕酒。这个是将28年的陈酒沟5年的新酒这样调和而成的。落好单之后，伙计率先去暖酒。这壶花雕对于我们4个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入口是没有半点会抢口的感觉，酒体很顺滑，是极易入口的。拎起个酒杯会先闻到扑鼻而来嘅浓郁嘅香味，入口咧同闻落系好唔同嘅。先系一阵微甘啦，随之而嚟嘅就系澎湃嘅甜香味。咁陈酒虽然系香啦，但个口感太厚啦，所以系要兑翻适当比例嘅新酒，咁样饮落先系醇厚适中嘅。呢啲货真价实嘅靓嘢咧，饮完个杯壁系见到有渣嘅。伙计就话下次嚟嘅话咧，可以试下佢哋嘅30年陈酒，系唔沟新酒嘅，就咁3年陈嘅花雕。这个咧，我应该顶唔顺噶啦。咁啊，呢斤咁香醇嘅28年花雕酒咧，要498蚊，但绝对大开眼界。
你而家秋凉时节饮翻杯咧，醒胃暖心，好过你食开胃菜啊！嗌一份前菜呢、这个牛肉拼海蜇啊，牛肉香味够浓，望落晶莹剔透，海蜇厚肉嘅，食落爽脆唔硬，兼且个麻油香平衡得几好。咁呢两味算系不过不失咁样啦，但题外话想讲下佢哋呢碗醋，佢系用咗上海醋、浙江醋同埋镇江醋混合而成嘅。职员介绍佢话系一个万能嘅醋，你食乜都可以捞啲。嗱，对于平时好抗拒醋嘅我嚟讲咧，呢碗醋一啲都唔乸喉，系好温和嘅，记得当个豉油咁点嚟吊味都可以啊。前菜过后，先嚟一碟数一数二咁出名嘅杭帮菜，呢碟龙井虾仁啊。嗱，龙井虾仁用嘅系河虾而唔系海虾，系细只啲嘅，形态望落尚算饱满啦，食落几爽口，肉质滑嫩。但龙井嘅清香咧系似有还无，而个虾味咧就微乎其微。但呢一碟个价钱系一啲都唔平噶，呢碟龙井虾仁个质素我觉得系比较平平无奇啲啊。我预期天下第一嘅杭帮菜个餐厅咧，应该做得要出色好多。下一道系呢个生爆扇贝啊，嗱，有冇人好好奇啊？点解唔系用鱼腩而系用个贝嘅咧？咁样，因为黄鳝咧系有别于一般嘅鱼嘅，嗱，其他鱼大部分咧系个肚肥，而个背啊多骨噶啦，偏偏黄鳝啊调转，系个扇贝嘅肉系比扇肚更加厚、更加肥美嘅。所以平时我哋讲嘅扇贝咧，其实系拆骨起肉嘅扇片，而唔系带骨嘅扇肉。咁虽然黄鳝啊夏天比较时令啲啦，但呢一碟嘢一上台你未食啫，已经闻到个香味系同沪菜嗰个脆鳝系一样嘅，系好开胃嗰种酸味啊！食起嚟系皮脆肉腍，好香口，一路食一路送走我啦，一流啊！佢个醋香系冇盖过鳝肉嘅鲜甜。要酥软有酥软，要爽脆有爽脆，仲要佢唔系干蒸蒸嗰种爽脆，而系包含埋啱嗰种酥软在内嘅脆。而最爽嘅系咧冇骨，咁我谂暂时我未食过有一道比呢个更加出色嘅鳝啊！跟住就系今晚其中一个重头戏啦，呢、这个烟熏黄花鱼。上台嗰时见到啦，色泽金黄，个烟熏香味扑鼻而嚟啊！睇服务员分送我先系知啦，呢条鱼系几鬼嫩啊！嗱，佢话条鱼系经过咗先蒸，再加埋砂糖同龙井齐埋一齐熏呢个过程咁样，鱼汁锁实咗，鱼肉嫩到无伦啊！嗱，啲骨系几多嘅呢一层，大家要小心啲啊！我平时习惯食鱼系唔食皮嘅，今次咧差啲走补，个鱼皮闻落系充满烟熏味，但食落咧系冇噶噃，食落啲鱼皮咧系化翻咗一股嗰啲金香嘅味道。所以如果你是连皮带肉咁食咧，就一流啦。呢道黄鱼一啲都唔平，成1080元。但作为呢度嘅招牌之一，佢系实至名归嘅。呢一碟系虾子冬笋，咁竹笋即系竹嘅芽嫩茎嗰部分咁样啦。清明时节产嗰啲叫春笋，夏秋产嗰啲叫边笋，十月之后嗰啲咧就依家食紧嘅呢一碟冬笋啦。你将啲笋去壳、切皮同埋将嗰啲粗糙部分戒走之后咧，食得嘅得翻三四成左右嘅啫。你今日食到嘅呢啲冬笋咧，哇，爽口香甜，个肉质系比春笋系再紧致啲嘅，再用埋虾子去提鲜，这个好食、啊。下一道嚟一味香口啲嘅呢一个椒盐田鸡啊，佢系原隻田鸡个下身拎去炸，所以望落系咁鬼大只，系绝对可以当成一个鸡髀仔咁拎住嚟咬添。嗱，点完上菜之后咧，系再剪开佢方便啲食咁样啦。咁你见到嘅佢个炸粉系相当薄嘅。嗱，我形容一下对田鸡有戒心而未食过的观众听咧，就系田鸡肉个腍嘅程度系介乎喺鱼同鸡嘅中间，即系佢未至于去到鸡咁弹牙，但又未去到鱼咁腍滑。而呢一道咧，佢保留都好丰富肉汁，这个水准系出乎意料咁好啊！佢一个下身系88元，即系两只髀系88元咁样啦。呢一米抵嗌啊！跟住落嚟呢一道咧，系我第一次听、第一次食嘅呢个咸肉塔菜。想买嘅话咧，就要喺香港，可能你要去南货铺先有啦。塔菜系又扁又平嘅，贴住块地嚟生嘅，到咗秋天先开始喺市面上出现嘅啫。系嗰种系越冻就会越清甜嘅菜嚟嘅。
嗱，天香楼嘅塔菜净系拎佢个心出嚟炒嘅啫，即系你谂下一斤菜可能剩唔到几两嘅啫，炒埋之后再缩水啲。但可能系我唔识欣赏啲塔菜啦，我觉得佢系几硬嘅。嗱，我唔知硬系咪塔菜嘅风味特点，但我系麻麻地硬嘅菜，同埋佢哋啲咸肉都系偏硬嘅。虽然食落几甘香，但我觉得硬呢个口感系我麻麻地。好啦，咁最后压轴出场嘅咧就系今晚慕名而嚟必食嘅就系呢一道蟹粉捞面。四碗面再加一大碟结得得嘅蟹粉放喺台面，再喺你面前逐羹逐羹咁拔佢落去，个过程系超级治愈嘅。那个份量你望都系会哗哗声嗰种嘅。咁啊，边个生日啊？妈妈。妈妈生日好啊！你要话俾我知噶嘛？边个生日？长寿面嚟噶嘛？长寿面生日要多啲蟹粉噶嘛？好啦，祝你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好多谢多谢。咁啊，一年四季供应大闸蟹系天香楼就引以为傲嘅招牌嚟噶啦。话说当年天香楼之所以能够打响名堂，成为富豪饭堂咧，就系因为佢喺毛泽东时代佢系第一间入口大闸蟹嘅餐厅。凭住佢当年同中国嘅交情咧，佢次次都可以拎到最高级嘅货。咁当年啊，韩老板系不计成本嘅，佢只系要最靓嘅货就 OK 噶啦，因为佢觉得香港大把有钱佬食得起。食只蟹喺当年相当于一个普通打工仔一个月嘅人工，亦都因此而曾经引发咗香港食大闸蟹嘅风潮添。好啦，咁讲呢个历史故事咧，就想简单啲带出就系话，其实天香楼嘅大闸蟹系属于传奇级数嘅，所以我哋四个人都对呢个蟹粉捞面系抱有极高嘅期望啊。今日先嚟讲个面质先啦，佢系腍身但唔糊口嘅，而浸足料嘅蟹粉嘅口感咧加埋一齐就好夹啦，系略嫌食落啲流嘅啫。但呢个都唔系重点，最大镬嘅系咧佢腥嘅。头一两斤我都以为是自己错觉咁样啦，但食多一两啖之后咧，我又望下外父外母嘅面口，咁睇嚟咧就唔系我问题啦，系佢真系腥嘅。嗱，佢唔鲜咧，佢唔甜咧，亦都冇甘香嘅味道啦。唯一食到嘅就系淡淡地，但好明确嘅腥味。嗰种失望个程度真系非笔墨可形容啊！就同我早几集慕名而去食嗰个米芝莲烧鹅一样。食完是夹杂住失望、可惜和埋嬲。嗱，唔好同我讲话咩啱唔啱时节呢样嘢。如果你是个厨，你整碟嘢出嚟，而你唔知呢碟嘢系腥嘅话咧，咁你相当无能。如果你系知啲料唔靓系腥嘅，都照样推出嚟俾人食，仲够胆收呢碟嘢系1468蚊，咁你系相当冇品啦。咁究竟系无能定系冇品呢？你谂下呢个压轴嘅菜式，但严重炒车，真系冇嘢好讲。我咪睇下张手写单啦。嗱，今餐四个人食饭，埋单嘅总数系6156。咁至于每一碟数个细，每一碟送个细数咧，大家慢慢睇啦。70年嘅老店，其实早已经系冇乜做宣传嘅啦，靠嘅都系以口相传嘅口碑，同埋近乎系传说中嘅天下第一呢个地位，嚟吸引我呢啲系一心谂住嚟见识下嘅食客咁样。咁啊，佢个餐牌唔俾影内页咧，我就大概形容一下就系，大约个餐牌有10板纸左右啦，每板有20-30道菜式名，但就唔系每一道都有写价钱嘅。嗱，最多嗰板大约有一半写咗价钱，少啲嗰啲咧，全页可能得4-5道菜系写咗价钱嘅啫。有价钱等于有提供，冇写咧就唔使嗌噶啦。嗱，以前都有啲游客系慕名而嚟啦，依家咧就清一色，全部都系本地嘅熟客。我想 menu 对于熟客来说是形同虚设的，因为来来去去都是嗌几味餸的。餐厅也都不玩创新，而熟客都知道自己应该要吃什么。我们去那天全晚有4台客。好了，今天吃完主菜有个甜品埋尾了。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甜品叫做酒酿丸子，但我们今天实在太饱了，再加上买了蛋糕，今天留下这个丸子下次来先再试一下。我都是第一次见职员是细心到将个蛋糕盒砌翻好，等可以放个蛋糕上去影相会靓啲咁样。因为平时好多餐厅咧，佢切饼费佢识收，但嘢咧就唔做嘅。嗱，我对老店个服务态度不嬲都抱住诶，系唔抱任何期望，即系只要你唔好呼呼喝喝，你唔系嗰啲狐假虎威喺度白鸽眼啲客人嘅嗰啲人嘅话咧，其余嘅我一概收货噶啦。
如果你话以为我拎住相机就系好服务嘅话咧，咁你未免太天真啦。嗱，今班几位职员嘅服务咧系比想象中系周到嘅，佢时不时都会换茶、添酒、整理台面，亦都好详细咁去介绍菜式，同埋就会主动分埋餸。个感觉系令我谂起跑马地嘅 Amigo 啊，一样都系成名嘅老店，一样都系清一色嘅老伙计，个人情味系好浓嘅。言谈之间总系不经意咁流露出对餐厅同埋对送菜出品嘅自豪。74，唔好介意啊，你74，呢个唔系大几个，即系大几个，大好少啫。睇下先都大啦。师傅喺嘅天香楼做咗几耐啊？你有20-30年啦，系嘛？我谂佢唔止啊。我都唔知啊。系啊，我都话唔止。我廿多岁，我系宁波人。你寧波人？我呢個我住喺寧波，我20多歲起飯局。你20幾歲呢度做啦？20多歲，21歲，26歲就喺呢度做。你咁你幾歲嚟嘅？20多歲。我廿六歲喺地方，即係10就喺呢度做，做到今年74歲，即係幾多年咧？即係48年，哇！48年，咦？咁咪仲即係佢冇轉過行咯？係咯，佢唔止冇轉過行，仲冇轉過餐廳添。鋪面裝修幾十年嘅一日係佢哋個堅持啊！但我洗手間可唔可以與時並進少少呢？即係嗰種簡陋、噏得同埋難聞嘅程度係有少少去到反胃嘅地步添。这个我觉得是天香楼最最最需要改善的地方。讲回今晚的送菜，是有令我回味无穷的，例如那个三爆扇贝和烟熏黄鱼，也有个挺有惊喜的这个椒盐田鸡髀，也都有相当失望的龙井虾仁和蟹粉捞面。单单这两道送加上已经成2000元了。无可否认，天香楼是一间工价十足的老字号餐厅，但它的价钱和质素不成正比呢，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们有没有去吃过天香楼？有的话不妨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和你觉得那次吃的话的体验如何。好了，今天片就在这里了，喜欢的记得赞好、分享、留言和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下期片再见。